你是专门来吓我的是吗？抱歉，回来这么晚啊。公司事情多。喝了多少酒啊？你真好看。刘青。你为什么跟我结婚呀？是不是只有冯聪能让你快乐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为什么这会儿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不明白啊，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图什么。什么都不图，就因为是你陪我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时候。你是喝糊涂了吧你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穆婉清。你把这个拿出来干什么？你没发现外婆和外公连个结婚照都没有吗？好像还真是。咱们找个照相馆给他们合一张，送给外婆当礼物吧。外婆的礼物我已经买好了，出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冯聪能让你快乐。